遐吼，拢同个月生日啦。阮两个生日差三天尔，啊来买一寡物啊吼，安尼买一寡食物来甲遮个感恩节结好缘，人人欢喜，细胞就健康啊嘛。慈济志工夫妻档，76岁的萧玲阿赵和80岁的萧家长，每年都在生日当月订购蛋糕，分送照顾户，分享福气与健康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家好香呢，健康外婆好了，家到天头头啦，家到天头头啦，每一个人拢会经过这个，啊，你福气走，那经过人有60、70都走啊。60位志工，12条动线走访基隆地区48位长者。母子档事业有成的儿子林世豪，坚持每个月播出时间陪伴老妈妈参与访视。父母亲其实，在实际我也很放心，因为我平常比较不在身边，那都透过实际的活动，然后会跟父母亲做交流，然后更加有谈话的内容。和缓的脚步，轻柔的温暖，成为基隆山边河畔长辈们殷切的盼望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基隆报道。